你好，你好，小朋友，我是梁老师，你好吗？我很好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对话。老师问小朋友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梁老师。我叫梁老师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听一听小朋友的回答。对啦，我们可以说我叫 L，我叫 Bella，我叫。噼啪！我叫 toy。好，小朋友，你回答正确了吗？数一数数字一到五。好啦，小朋友，我们看这里有一个苹果，应该是数字一。那接下来是几个呢？一二。小朋友，你数对了吗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来，我们来认数字吧。请问这是几？很棒，这是一。请问这是几？很棒，这是五。请问这是几？这是四。这是几？这是二。这是二。这是几？这是三。这是三。小朋友，你说对了吗？我们再来学习词语。今天我们要学两。首先，我们来看一幅图。小朋友，这幅图你认识吗？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？小猫，小猫，很棒，你说得很好。好。这幅图是什么呢？很棒，这是小狗，小狗。小朋友，你说对了吗？下面我们一起来玩游戏。你看，老师画了一个圆，哦，来了一对耳朵。一对眼睛，哦，还有嘴巴，你现在能猜出它是什么了吗？哇，还有胡子。对了，这是小猫，小猫，你猜对了吗？好，下面我们来看。下面这一幅图，哇哦，这是什么呢？这是什么呢？谁能告诉梁老师？你猜出来了吗？对了，这是小狗，小狗。小朋友，你说对了吗？相信小朋友都说对了。好啦。小朋友，今天学习啦两个词语，
一个是小猫，一个是小狗，你记住了吗？还有数数一到五，一二三四五，你会了吗？好啦，中文我们学到这里，明天见。再见，再见，小朋友。